中华队禁区悍将曾文鼎、田磊，还有旅美小将陈英俊、胡龙茂，加上 SBL 众家球星 Love Life Basketball 再次广招台湾好手齐聚一堂，一起用篮球分享爱，给癌症病童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就很开心啊，就很久没在台湾打球了。那今天又是可以为了九三病房的小朋友嘛，那。 希望今天等下两队都会有打出一些精彩的球赛，精彩表现给他们看，这样。对啊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对大家就是用篮球来分享爱，然后让我们帮助大家，对啊。当然尽自己最大能力吧，然后对啊，能够会表现自己最好啦，就是秀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这样。对。Love Fly 过去不但为了九三病童们拍摄纪录片，还曾经举办唐氏症关怀演唱会。 长期支持公益活动，就是希望能带给社会更多正面能量。其实 Love Life 是一个行动，那也希望用各种方法，然后让很多年轻朋友更热爱生命，然后也希望提倡嘛，就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你尽量用自己手边的武器和工具去帮助别人，用篮球的力量带给弱势族群更多帮助。众多球星的热情参与，也让这场公益球赛多了份浓浓的人情味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